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华人保险大会，也是我第一次获得铜龙奖。这次的大会让我深深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真的十分的渺小，无论在个人销售还是增员，我觉得说我们有更加大的进步空间。这是我的第二次拿下这个奖，这个舞台并不陌生，而且我相信我每一年都可以完成，直到终身会演。在这里我看到很多男女老少，他们都拿下这个奖项。我希望 GI 的每一个伙伴，不管你们是刚刚加入的，还是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日子的，都一起来挑战，因为你真的值得拥有。很高兴的，今天我再次拿下我第三次的铜龙奖。在这一次的世界华人寿险大会里面，我深深的让我感受到，其实铜龙奖是那么如此平凡与简单。我相信每一个 GI 的伙伴们，你们也一定能拿下你们的第一个铜龙奖。此次呢，我觉得可以再度蝉联 IDA 呢，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对目标的执着，对业务的扎实。我觉得它没有 magic， 只是 just basic。 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一些基本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 IDA。 此次我真的很荣幸，我还是可以与 GI 一般呢伙伴呢再度登上 IDA 的讲台，拿这个奖，我非常的开心跟兴奋。2015年，我再次做到了，因为相信，我坚持了。因为坚持，我习惯了；因为习惯，我 IDA 了。期待 GI 未来有更多的伙伴和我们一起站上 IDA 的舞台，成为行业的榜样。很高兴今年是我第五次获得 IDA 铜龙奖，完成个人目标的单额，也为 GI 捍卫了白金主管的荣耀。希望明年会有更多的新的龙奖得主。You are the next IDA。 有一种精神叫持续，是我连续完成六届的 IDA 最佳的心情写照。完成 IDA 俨然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和使命。在 GI，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 IDA。 GI IDA Club 肯定能够帮助你站上 IDA 国际的舞台。IDA 优秀业务员的起点， IDA 你的名字叫顶尖， IDA 行业价值的体现， IDA 是年轻人迈向国际的第一个品牌。追求 IDA， 让梦想与荣耀起飞。 IDA Benchmark Towards Excellence。 IDA 世界华人保险从业人员最崇高的国际奖项。 GI IDA Club， 实现你 IDA 的梦想。IDA 百金主管奖，世界级团队实力的象征。IDA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伙伴们每一个人都收入能够提高。透过这个高规格的目标，让我们每个人的收入目标、生活水平目标，包括实现我们彼此的梦想，能够快速的落实。IDA 准备完美典范。